起来才发展多年，除了经营演艺事业，也和妻子共同推出个人品牌，在台湾推广来自土耳其的产品，受到不少粉丝喜爱。没想到他15日就晒出网友的留言截图，对方说6瓶1000ml要1099元，我还是喝台湾100%的柳橙汁、苹果汁、葡萄汁就很够了。强调台湾果汁便宜又好喝，不足无缝也难过表示，买商品本来就是一个选择，喜欢我们的产品欢迎大家买，不喜欢当然也可以去选其他的东西。但是这样突如其来的不礼貌留言实在让人觉得不舒服。他认为每个商品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与优点，必须要尊重，也透露自己和老婆很用心经营，突然看到这种留言觉得很难过。不过他也以正向态度表示他们会继续加油，说不定对方有一天会想试试他们的产品啊。